據大陸媒體在18號的報導，16號晚間8點至17號早上8點，南雄市普降暴雨，局部大暴雨，造成南雄市珠玑鎮、黃坑鎮、武子峰鎮被水浸，部分路段交通中斷。其中南雄市珠玑鎮已經停水多日，有災區的民眾質疑上游水庫放水加重災情。南雄市珠玑鎮店家李女士說，雨落到很大，商店這一排都被水浸曬，損失最大，水已經退了，但是就是到處都是積水，這些水庫那邊還是那邊塌了，就發了個通知說要停水，然後就停了好幾日，也都沒有說什麼時候會有回水，生活上要用的水都沒有，唯有自己去買啦。現場影片顯示，南雄市武子峰災情慘重，很多房屋和農田都浸曬在洪水之中。南雄市武子峰鎮店家曾先生說，水漲落大雨，雨勢很大，水都來到兩三米高，全部都退曬水了，路沖斷了，交通有些受阻。另外一個村說路沖斷了。鄰近的雍源縣龍仙鎮桂聯測站記錄到 212.4 毫米的累積雨量，雍源桂東水部分河段出現50年一遇大洪水，雍源縣一半以上的村鎮被洪水浸泡，橋梁被沖垮，工廠被毀，部分連外道路中斷。雍源縣龍仙鎮店家何女士說，上游的水庫落雨的話都會放水，那天落的雨很大，那些路上已經很多積水，晚上的水都已經退了。最近中國多地暴雨成災，19號晚間韶關市一場暴雨，路面和房屋積水，有民眾在家中釣魚苦中作樂。在18號廈門水災，樓房和道路水浸嚴重。在16號河南周口市水浸，15號湖北孝感市水浸等。另外還有多地天氣異常，出現狂風暴雨加冰雹。